话，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我出外旅游哈、哦，在一家高级饭店，但是吃饱饭牙齿痛得要命，所以说我就到饭店的外围走一圈，结果发现饭店这么高级，但是水沟还是臭的，哦，它还是有蚊虫在那飞来飞去，哦，所以说突发奇想说，哎，这个水沟盖是不是能够来研发一下，把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一下，所以说我就有这个构想，回来我就设计成这个东西，哦，它后面有一个叫弹性片，当下雨的时候有水有重量，它就把这个弹性片自动打开，当水流光的时候，它弹性片都自动弹回来，造成它是一个气密不水密的结构，哦，中间这个就是溢水口，当水沟满水位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压力自动打开，让水减轻压力，不会造成有浮力的减轻它的浮力，哦，这个大家可能会怀疑说啊，这个会问说这个一个孔能够流多少水？这个每一分钟可以流50公升的水量，溢水是同样的道理，它每公升也是可以达到50公升的水量。如此的设计可以让这个叫做防蚊防臭气密盖，水沟盖里面的蟑螂爬不起来，哦，臭味上不来，哦，它平常是气密的，当有下雨的时候它是不水密的，它可以排水，这个就是主要的功能。